你得用水的给我。哦，就去解水。无我出去得拍，那是你招。下皮接袂落，人家没有下皮吼，这个烂啊！这出面较好啦。嗯，所以讲我这面加工会冻啊，听到无？今天嘛足难听的，啊，看这师傅安尼直接安尼做的过程呢，啊，各位网友啊，咱有福气啊，看到这个传统艺术吼，啊，做这传统的字过程。跳掉啊！要不然平常也没有机会看到了。对啊，而且工法又不一样，格式嘛不一样，都不是自制的，都自己做。对啊，而且做的跟那个一样啊，效果不一样啊。但是没有工具还是不好做了，自己去想办法。喜欢 DIY 的人自己想办法。哇，好大嘞！我来啦，林师傅，甲咱全国的朋友吼，请个安问个好啦，面对镜头啦，赶紧打个招呼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志新，比较甲大家问好。现在我在做我汪老师的剑，原住民的传统剑。你这是较古早味啦，安尼较古早味，比较传统啊。传统的很有的格式。买那个连毛那个不便宜呢，开了两三千块。哦，无，迄是专业两三千。你有一嘛无比较紧啦。有一种的吼，是迄种亚克力的较俗，但是亚克力有哪够白？我用这样的盖好用啊。啊，你用习惯的啦。对啊，操作习惯就好了。来，缠线，缠线的，可以这么讲啦，全世界就这么一台而已，这全世界啦，这台鸟，这找无第二台哦，这找第二台就奇怪啊。那这不可能的代志，那可能是我的兄弟啊，嘛是不可能的代志。过来甲你哄，那无第二代啦。因为哄伊要搁做的人，伊嘛是进步啊，是改进啦，绝对不可能一模一样啊。对啊，当然不可能会一样啊，材质啦，跟那个它的那个不一样啊，尺寸啦，可以放大放，可以加大缩小、啊、都可以啊，你看我像我这个
还要加那个才不会掉，不容易掉。嗯，那不是粘起的料大？不是，我先打底，因为它那个没有办法进去，这样子更牢固了。这个就甜好啊，很快啊，练两三个安尼就甜啊。你韩国是咧烘迄个毛？对对，无烘搓搓啊。哦，烘起毛。嗯。你是第一个在看我操作这个的。嗯，你刚刚操作好你什么？没有，只是没有这样操作啊，只是给他看而已、啊。我这完全一支啦，吼、嗯，啊，无啊多啊，上个你欠我一支，嗯，哈哈，无啊多，爱、嗯、现场表演啦、啊。又快又漂亮。这就完成了、嗯、好了一支了嗯哎、欸、啊一支啊嗯好哎高价的喝完成、哦、结束了。